车。你家哥哥挖宝安暖，味道臭臭的。转向。你超过标准喽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东西。不要抓我了，还是我给你棒棒糖和机器人玩具。不要抓我了，我才不要你的东西嘞！我妈妈说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。阿内姆汤哦。公务员遇有职务上利害关系者馈赠财物，原则上应拒绝或退还。民众遇到公务员执行案件也不应该受理。公务员若收了民众的馈赠，除了会违反公务员廉政伦理，违反相关规定，甚至可能遭执行是收受或交付贿赂，这样可是得不偿失哦。警察哥哥，拜托拜托，还是我们一起去吃快乐儿童餐好不好？我又不认识你，而且我喜欢的是外带全家餐。我喜欢吃冰淇淋，我喜欢甜甜圈。爸爸妈妈他们都不理我。公务员应与有利害关系之民众保持适当分际，避免不必要去接触。如果遇到上面案例，民众邀宴吃饭，除了依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规定，应拒绝参加。公务员为保护自身权益，可立即报告长官，并知会政府单位，避免日后有检举贪腐争议时，出现口说无凭的窘境哦。不管了，我要叫大哥哥来，你们完蛋了。是你们的大班长，小龙现在很累，让他回家休息没关系。我有露营哦，北山那样。我爸爸妈妈、叔叔阿姨都说要遵守规定。如果每个人都像小龙这样的话，不是天下大乱了吗？公务人员在行使公权力时，应严守法令。不应该依亲友或有利人士请托关说而有差别待遇，请托关说内容如果有违法或不当影响，确认依照其内容办事，恐怕公务人员和民众还会有刑事责任的问题，也会破坏其他民众对于政府的信赖，一定要注意。